大家好，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这个节目。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给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王岐山先生在19大的时候，他没有成为中央委员，也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啊，那么也不是政治局委员，结果呢，他成为了一个国家副主席。那么对这个角色，一直大家有很多疑问。有人说，王先生就是王建国啊，就是代表原老叛，或者是代表上海帮，不管怎么样啊，总之呢是监督这个习近平干得怎么样。有人说呢，不是这样的，习近平恰恰就给你这么一个啊，这个名誉上很高，但实际上呢，你有没有权利是我说了算，我要给你权利，你就有权利；也要给你没有权利，就没有权利。那么最近关于王岐山的议论又比较多。一方面呢，有人说王岐山久久不露面；一方面呢，又说王岐山呢，现在因为他的这个小哥们小兄弟因为他们是35中的同学吧，那么曾经呢，这个里长的这个王岐山还当过这个任志强的这个辅导员。任志强后来有时候也讲啊，岐山啊，有时候半夜的给我打电话，总之他们的关系啊微妙，江湖有很多传说，说这个王岐山还准备要辞职，那么各等各样的传说都很多，我不知道啊，这等传说这个或者是他的这个角色，这个陈小龙先生怎么看？我从来不觉得王岐山是什么坚果，我觉得是他能当个副主席其实是酬庸，就是他在过去5年当18大任这个界内啊，替习近平反腐是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也是替习近平树了不少敌的。官场上的横习就是因为王岐山来的。那么从这个时候呢，这个从统治者个人的手法来讲话，两种，一种是这个兔死狗烹，一种是这个给个虚衔给挂起来。看样子习近平是做了这个后一种，就是给个虚衔儿，不让没有让王岐山进常委呢，也算是迁就了高层很多人的意见。因为如果让王岐山再进常委，19大还进常委，第一是打破党内规矩，第二是制造更大的恐惧感，因为经过一轮反腐下来，整个官场已经风声鹤唳，人人惊恐，因为没有几个是经得起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谁都巴不得王岐山赶快滚蛋。但是如果真让他彻底滚蛋回家种地去，那么又显得变成兔死狗烹了。所以给他一个副主席挂着，监国这个东西，我从来认为不存在。只有在中共产党这样的这个体制里头，只有一把手能监，就是比方讲，老邓监赵子阳、监胡耀邦有的，老毛监老邓有的，但是有谁去是毛泽东的监国呀？老邓时代还有谁是邓小平的监国？没有。如果有，就不是集权体制，变双头体制了。共产党绝不容双头，共产党历史上也不存在双头。如果是集权体制，它一定是一个人集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存在监国，所以也不存在这个对王岐山什么重用的问题，无非就是有的时候让他帮个忙，他得帮个忙，有时候他还得背点锅。你讲完了？完了。哦，OK，郑志光先生呢？这个在我们的自己的内部讨论区啊，不也不叫内部讨论区嘛，我就大新闻几个嘉宾有一些交流。郑志光先生是追新闻追得最紧的，八卦的来宾也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关于这个王岐山先生的八卦，你最近听到有什么说法吗？没有，我是没有关注这个。这个小农博士讲的，我完全同意。就是这个王岐山，这个他应该说，很多人对他产生期待，是因为曾经有一个习王体制，就是一度他显得非常重要。就是从那个，
从共产党这个体制里一直有一个建政以后一直有一个总理这个位置呢一直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把毛泽东时期叫毛周体制吧，毛周是不倒翁，两个人一路走下来。那么到后来这个江李体制，江李体制中间就变成了江朱体制，那么胡温体制没有变过。到了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最初是个习李体制，咱不知不觉变成了个习王体制。那个时候大家对王岐山的这种看法就看得很高，觉得他虽然排在政治局常委里的第六位，但实际上他是实权人物，应该是实质上的二把手，那个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谁把李克强放在眼里了。但是自从这个习近平这个核心地位确定之后，这个习王体制也就终结了，也就终结了。那么刚才这个小农博士这个分析呢，我觉得非常有见地。那么如果说他真的有什么可能的重要性的话，那就是说如果万一习近平身体有不测啊，那可能他就像美国的副总统一样啊，有可能就是他作为一个临时性的一个人物，可能显得比政治局常委还要这个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习之下，这些常委们都变成了这个他这个班长之下的这个普通群众了啊，因为常委之间没有平等。因为总书记本来你只是个召集会议的角色啊，突然之间呢，就是说是他的权力比常委要高一层啊。那当然了，本身总书记是带有这个性质的，他因为他兼军委主席嘛。但是在党的序列里头，习近平已经成功的把他这个常委这一票变成了一个否决票了啊。那么在这个超出了江泽民时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的这种万一有什么不测，他实际上是不信任这些这个常委们的。那么好，在这个情况下呢，有一个王岐山作为这个还可以在紧急状况下作为一个备胎，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考虑。顶多往这儿想一想，平时呢就基本上就是个装饰了，我觉得这是个装饰品。就是王岐山自己也说了，其实总书记让我安排事情我就做，没安排事情也就没事可做啊。我觉得不用对他抱有太多的看法，倒是任其常事件倒是让大家可能对他产生一些新的联想。但实际上我认为呢，就是说实际上呢，王岐山本质上和任志强应该是比较通气的，就是说我认为他是改开派的基本盘，党的改开派的基本盘，就是邓小平说的两手都要硬啊，一手要改革开放，一手要四个坚持。那么这个线路呢，这个就是邓路线，这个线路呢应该在习近平时期遭到了一个颠覆，遭到这个颠覆。那么这个时期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不管是像任志强这样的权贵阶层，因为他华远他是标准的国企，这样的权贵阶层，还是李文亮这样的新兴的中产阶级，实际上都是之所以反响这么大，都有兔死狐悲之感，都有兔死狐悲之感。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习近平这个反和平演变的这种决心又非常清晰，他认为他自己是高瞻远瞩的，也许是真是也许真是他在挽救党，那么也可能他是总加速师，在让党的这个党国的江山在覆灭。反而是怎么个死法，他是不愿意选择苏东坡的死法，这是很清晰，所以他要反和平演变。但是对全球化的成果呢，他并不愿意就在他手里断送掉。实际上他是不是能够走出一个和邓小平这开创的江湖时代的线路不一样的线路，这个我们还是要看还是要看。那么基本上我认为王岐山的意义应该是在这儿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王岐山他始终和习是我认为他是基本理念是不同的，基本理念是不同，很多地方他可能根本看不上这种打法这种做法。但是确确实实你要从这个政治的这种势力量上来讲，他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一把手只要不是太笨
这个在这个共产党体制里头，一把手终究能够拿到权力啊。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时期的状况，你看得很清楚。到了胡耀邦时期，胡锦涛时期，他就把胡耀邦往外请了，把华国锋往外请了，他就要树正统了。那还是在这个江泽民还牢牢掌握着军队的情况下，他又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啊。那么到了习，他这个完完全全的成为核心啊，那你这种邓小平那种东西，太上皇体制，还有这个江湖时期这种太上皇加上这个九龙治水这个体制，他是绝对不容许他再出现的。他认为那是很危险的状况，很容易翻车啊。邓小平时期有八九十之变，那么在这个江湖时期有这个胡文时期有这个这个应该叫平西方之变啊。那么作为他来讲，他可能都认为这都是没有反和平演变没有做好，党的这个建设没有，党建出了问题啊。所以习近平是完全的拿着毛泽东一套的东西来做他那个长治久安。他之所以要不断的想连任，他是想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啊，真正给党国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基础，不同于不同于这个邓小平，也不同于毛泽东，就是新时期的习近平这个路线，新时期的习近平路线，他又是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王岐山肯定是没有办法和他的这个政治力量相提并论的。我想没有必要把他讲得太高。就是你的意思，不要把王岐山的角色和力想象得太高了，是不是？因为时势比人强嘛，时势比人强。在习近平这个刚上任的时候，他是要借助王岐山。王岐山那个就是应该说这个权宴啊，这个权力的那个可能会把习近平都烫着，当时都有这个习王体制一说啊。很多人也认为对习近平不满的人甚至希望那个王岐山能够出面挑战这个习近平啊，因为他们看来看去觉得这个家伙是可以把他干翻的。那么实际上那个也是小瞧了习近平，小瞧习近平的这种对党内斗争党内权谋的这种把握，一路过来走过来是有惊无险，还是他的这个还是很高段位的。而显然王岐山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所以很多人也就表错了情啊，这个操错了心啊，对王岐山的这种期待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啊，就是这个陈小龙博士啊，就是认识王岐山的时候，那是一个街上的小痞子，提着摩托车啊。不能说小痞子啊。我讲的，你怕得罪王岐山，我不怕。我倒不是说这个，我说王岐山那会儿是因为他有个岳父，那岳父牛的不行，岳父背后有陈云，老邓都拿陈云没辙。所以呢，那会儿王岐山确实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对，我主要是拿一个摩托车的细节给你对一对暗号。如果你知道王岐山那个时候骑摩托车，那小龙肯定是对他很熟悉。我问你，他摩托车的不是吧？因为他们那个所的人经常一块开会，对，所以遇到的机会太多了。对，那么另外一位啊，胡平先生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王岐山，你有没有见过啊？没见过，但是胡平先生没有见过王岐山，并不等于不了解王岐山，甚至我可以说，胡平先生由于某一等特殊的原因，对王岐山某一些事情还真了解，而这个了解的不是外面世界的了解。不过呢，这个秘密我要跟胡平先生一起共同来坚守。胡平先生为什么会了解一些王岐山的事情？这个不去管他了啊，我们要管的是。您对王岐山现在的这个角色啊，有什么样的想象？当然刚才两位说的我大部分都同意，也有不同意的。你看郑旭光谈到的他当副主席，那么如果习近平哪天不能理事了，那就该王岐山来接。那不一定，因为王岐山只能接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而现在他是三位一体，你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而三个者之下呢，你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反而是最不重要的，而党的总书记这个职务是名义上是最重要的，而这个职务它不是就是自然接替，所以他当然如果这个习不在位了，那么你首先要临时要推出一个总书记出来，那么一旦推出总书记，那么你这个国家主席当然就该由副主席来接任，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但是呢你很可能就是个过渡人物，除非你把总书记也拿下来，否则的话那个党他这个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他们选出了新的总书记，那个总书记在没有选出之前，你这个副主席在当国家主席，一旦选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他就会把那国家主席给拿去，你等于只是当个看守国家主席而已，他我觉得他像这样子。另外这也是当时十九大的时候呢，这个王岐山我觉得从习近平的角度他也不可能去搞什么这个兔死狗烹，因为那时候他还很要借助于这个王岐山的存在，因为他那个他们在当时那是个利益共同体，如果王岐山在那个时候就下去了那么到头来你这个习的你的自己的权威都会受很大的影响，也就是那时候更多情况就是别人以反王为名其实要求清君侧，也是在削弱你皇帝的权利，所以那个时候他王这个习近平必然要采取这个是无论如何要给他个位置那么当然你这个七上八下你毕竟要进去这个新的政治局常委是很困难，所以就给他这么一个国家副主席，而国家副主席这个职务好处的就是说呢他没有固定的权利，你主席给多少算多少，给你权力多你就权力就大，给你权力不多你就权力就不大他不委托你做什么事儿了你就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么一来呢他也习也不必担心王辉对他对成构成什么威胁，王也不会担心这样子一来就是哪天你就猜忌我了怎么怎么样所以本来这个事情在十九大确定那么关系之后，国家副主席当了国家副主席之后一般人舆论上已经对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说的比较少了就这么回事了，也不至于起什么大的变化，这次有引出话题呢就是跟任志强才有关系，因为毕竟任志强跟王岐山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就像他自己说的话而上次刚刚因为几年前就是因为什么党内姓党的事儿开了一炮那其中他作为那种冷处理那是不是那不一定要王岐山自己出面，但是这个面子可能这关系可能在那是起作用的，那么同样的你现在你这个任志强放这么一炮，我想那不少人呢免不了会把他的事情他的想法做法和王岐山连在一块儿你也很难说在上次任志强任大炮那次开炮时间之后他们两个就没有任何联系了，所以引起很多大家猜想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王岐山现在对习近平都有这么多的不满那又将如何所以很多人之所以估计那觉得无非觉得像李克强啊这些都太软呢比较起来给人感觉王岐山是比较有魄力的人是敢做得出一些事情的人，所以对他我觉得现在对他说话就比较多了就在这儿，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几乎还其实还是非常小的，当然另一方面呢倒是真的，这是刚才两位也都谈到的对于习近平的有些政治理念王岐山跟他肯定是有差异的，是不一样的而任志强的事情已经表明了在党内上层对习近平的一些所作所为，尤其是他体现那种理念和路线那种不满的情况确实是在与日俱增，比几年前还更强，这点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观察的一个动向。 好啊，这个我你拿另外两位还有要补充一分钟吗？有吗？没有。郑树刚先生， 我补说一分钟啊，我说一分钟。OK， 谢谢。就是王岐山和这个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界啊，他来往还是很密切。这个也是很多人对他有这个期待的一个原因之一。好，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精准精确，而且各自还呈现了不同的角度，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中国研究院的节目，不过呢，这个在我们节目之后，那么就是请看我们陶杰先生的观点啊，陶杰先生在旅行中间很不方便，但是呢，他仍然是坚持参加中国研究院的节目，特别感谢陶杰先生。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感谢陶杰先生，忘了感谢这个陈小龙博士。今天我从他的一个观点里面看出来了，他对中国政治的那一种深刻的精确的程度，也感谢这个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是我这个十几岁的时候的偶像啊，偶像了这么多年啊，没想到这个在纽约有幸啊，这个跟他合作做节目，而且经常有幸跟他一起吃饭啊，而且我有时候偶尔还担当一下这个胡平先生的辩护师啊。那么郑世光先生是跟我差不多吧，是七零后，我们都是七零后吧。六零后啊，你是六几年的？你忘了自己的，我六八的，六八年，你六二年，六八年，哦，六二年，你要愿意认也可以。六八年和六五年，按照四舍五入的方式啊，都算七零后，都一样，对，我们都是七零后，七零后啊，我也是没有想到和平先生这么年轻。我们真的是感觉到特别的高兴了，有这么一个上帝赐予给我们的这么一个视频的方式，使我们现在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居住在不同的空间，我们还能够来交换这个思想看法，希望各位能够保重啊，希望我们都能够活下去，希望我们每个星期的节目都能够进行，而且希望呢各位有更多的节目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我正在想办法，正在想办法。谢谢大家，再见。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现在再讲一下这个另外一个话题，最后一个话题就是王岐山先生。不过，咱王岐山先生，我们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古日有一个半尊与半佛？这个半尊不是一般人呢、啊，一般讲的是副手，对吧？是不是啊？这个美国啊，这个西方也有一个副手，因为万一怕出问题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副总统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那么您得了解这个副总统的角色和总统的角色的这种微妙之处，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你比较现在彭斯和这个川普，哎，我们就看到了彭斯对这个川普总统的吹捧啊，一点都不亚于对毛主席的吹捧，什么东西都是啊，川总统伟大，你看到没有？对对，首先呢，他这个彭斯对川普的这个吹捧呢，远远不如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对不对？是吧？啊，也远远不如啊，今天呢，你们看到的一些周围的二号、三号对一号人物的吹捧啊，这个我想性质还是不一样的。彭斯的这个吹捧呢，是因为针对川普个人，因为呢对川普最了解的啊，这跟他的工作关系距离最短的最密切的就是彭斯啊，因为呢这个彭斯呢这个对川普的这个吹捧也不能够说是吹捧，也只能够说让川普觉得自己是他的战友啊，因为呢这个现在看来非常的清晰，就是川普干两件会由彭斯来接班，彭斯最好能再干两届，就是说共和党川普两届，彭斯两届，四四一十六，啊，那个四届我觉得会有得到挽救的希望啊。所以呢，在这种当然插科打诨啊，就说你川普怎么英明啊，我觉得这个游戏文章啊无所谓。啊，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因为美国人的这个文化跟中国三千年那个基因到底有本质的分别，啊，也不能说你不能够跟林彪跟毛泽东比啊，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啊，那个是有结构性的病毒在里头，结果你吹捧他又怎么样？啊，你吹捧又怎么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吹捧他那个帝王啊。他总会老，对不对？他总会死，对不对？他越老越死，快要死的时候，这个脑子颇精神啊，或者思考力有退化，他会有怀疑狂啊，对不对？
然后呢，你怎么吹捧他？再加上中国的儒家伦理，家天下，你林彪又不是他的儿子，啊，又不是他的老婆，他最后最终要把权力交给老婆，啊，这个川普呢，像美国呢，啊，把权力交给老婆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经过选举这个手续。但是当美国人民上一届看到你克林顿想把权力交给，各两届交给这个希拉里，也觉得你这个石像太难看了。老布什想把权力交给小布什，已经难看了，啊，所以呢，这个两害相权，啊，我觉得彭斯吹捧川普那张嘴脸呢，远远比中国帝王旁边像林彪吹捧毛泽东顺眼很多，啊，看着去顺眼啊。嗯，我听说啊。这个也没有经过完全的证实，但是呢，确实是有一些来源这么讲，说刘鹤啊，啊是习近平思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提出者，然后刘鹤尤其是王岐山，他们对习近平的赞扬也是够大的，他们的赞扬就认为啊，这个习近平是古今中外五百年来啊最伟大的政治家。这个东西出自于王岐山之口，大家有一点奇怪，这个王岐山为什么要这么去吹捧习近平，而且他举出了很多例子，说这个习近平啊，习总啊，经历是超人，为什么超人呢？我们中纪委的文件送上去，习总是每页都要看的，哎，这个人家就问这个王岐山，怎么可能呢？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把文件送到习总那里，习总每页都有的把它折起来，有的跟他啊在旁边改一改，他如果不看的话怎么可能呢？这么多文件像我都看不过来，但是习总能够看过来，可见他的精力也是超人的。这个是不是精力，所谓精力过人是不是一个对明君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呢？啊，嗯，如果说这清朝十个皇帝啊，这个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最接近的就是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早上四点钟就起来批奏折，有时候一天呢 啊这个批300条，这里头洋洋洒洒啊，从湖州的这个呈上来的，说湖州今年呢这个。丰收啊，产几担，然后他就说5年前啊，我记得产的比你今天这个多，你是不是想骗我啊？啊，这个呢当然要过人的经历啊，但是单凭个人的过人的经历啊，这个不是一个伟大领袖的唯一的标准啊。如果你这个大方向是错的。啊，你这个思想本质上是不对头的，你这个精力越旺盛呢，啊，下面的人越受苦，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头王岐山这种说的各种话，可能这话里有话，再加上这个思想啊，我记得这个当初他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啊，刚上台的时候也有一说是回归宪政。或者是恢复中国儒家思想，然后呢又要不忘初心，那不忘初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初心，那你怎么能够同时回归马克思的初心，也同时恢复中国儒家的传统呢？因为中国儒家文化跟马列跟马克思主义是互相冲突的，那这里头当中啊，我想请这些理论家啊，是不是可以啊详细说明一下？但是你这个大概7、8年，这个你看到很多这种像周伯通，金庸小说里头这个老顽童左右手互相搏击这种现象，啊，但是你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呢？没有了，啊，就是说提一句用今天的口号来取代昨天的口号，啊，有时候就说这个要这个啊不忘初心啊，有些智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就是消灭私有制啊，然后过几个月啊他又说
这个民间企业是我们的这个伙伴啊，要仔细的保护。现在你到底是左灯还是右灯，红灯还是绿灯，你不要说我，你问问大陆上的这个民营企业，问问那些知识分子，问问那些教授，他问问甚至问问王岐山先生本人，他自己清楚不清楚。因为我们在外面呢、想知道一些明确的方向啊，他有时候说一国两制保证不走样不动摇，但是一会又说要加强中央在香港有全面的管制权。如果你说有全面的管制权，那个时候是邓小平没有讲过的，邓小平从来没讲过中央在香港有全面的管制权。而一国两制的精神，邓小平对于香港是他是始创人，所以怎么又后来又变成了一个在香港有全面管制权呢？所以这些都搞不懂，今天是说东明天说西啊，所以到底这个思想体系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啊，我想很多人现在也摸不着北啊，所以到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比较混沌啊，比较呢混乱啊，到底这个到底啊，中国想到底这条路怎么走啊，我想那十三亿人也不懂。我可以大胆的说他们不知道。有人说这个如果任志强啊被受到很重的处理，那么就意味着王岐山呢已经在政治上出局了，也就是说他辞不辞职啊，他当不当副主席都不重要了。当然也有人说王岐山自己准备辞职。那你觉得中共的官场的这个系统为什么总是避免不了这个内部的这种权力斗争啊，总是在那里斗来斗去？你像美国也是斗，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川普要骂谁，哎，我们都知道今天川普骂了谁，对不对？为什么中国人比较喜欢玩阴的，哎，西方人喜欢比较玩明的？所以中国这套政治文化完全是破烂嘛，对不对？一山难藏二虎嘛，对不对？早就是应该这样了。你这个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啊，能不清君侧吗？能不把旁边什么刘伯温呐、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你刘伯温能够待多久啊？你说你朱元璋学问大还是刘伯温学问大，对不对？这个是明摆着的吧，是不是？这个是中国传统本来就是这样啊。赵匡胤一上台也是杯酒释兵权啊，然后这个算是斯文的了，这个算是这个比较文明的了。你看这个朱元璋如何啊，刘邦如何，韩信、萧何、张良啊，这些何等下场啊。这个中国传统本身是这样。你看这个毛泽东一上台啊，以后这什么这个什么彭德怀啦、贺龙啦啊，这个身边的这些什么刘少奇这如何下场啊。然后再看这个中国人民的老祖宗这个叫斯大林，斯大林是中国人的爷爷吧，对不对？斯大林在台上呢，他怎么去把这个托洛斯基给搞掉？你说论理论的学问，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托洛斯基远远在斯大林之上，但是斯大林就是因为对托洛斯基不放心，因为托洛斯基在列宁眼中比较有学问，是比较能够吃透列宁的这个革命的精神的。列宁提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托洛斯基说不够，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不断革命，这就深得列宁的欢心啊。再进一步就等于毛泽东，他觉得自己的革命成果还不满意，一来一看看到柬埔寨的不二部的要废除钞票，要把所有的知识分子戴眼镜的赶到田里，不只是劳动，而且活活的把你干死，把你整死。这个毛泽东觉得哇，不二部的这是我的好学生，是不是？但是你说斯大林把这个托洛斯基一直把他逼到墨西哥，然后都派这个杀手把他给砍死，是不是？所以跟这个中国国情再加上共产党的那个游戏规则这种规则，这个两样结合起来
啊，我不管你第二把手姓王、姓刘还是姓这个姓林呢、啊，这个屁股上那张椅子能坐得安稳吗？这当然里头还有一个枪杆子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军权的问题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啊，对于这个里边中国现在这个高层级形势啊，我们也不掌握，也不知道里头发生什么事情啊。在这方面呢，进一步呢也不能下结论。但是从中国历史的规律啊来看呢，是会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跟川普跟这个彭斯是两回事，也跟奥巴马、拜登呢是两回事情啊。对，好的，那今天就非常感谢这个陶杰先生，希望陶杰先生呢保重啊。我是代表很多的观众、很多的网友，希望您多保重啊，非常感谢，下个星期见。我才疏学浅，向各位多学习啊！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